方极寒之际，暗黑复苏。我暗黑已从人族复苏多年，终于等到了今天。唯有人族沾神之体，与赤皇族圣母天之心融合，才能与之抗衡。张轲是战神之子，成为战神是他的宿命，也是使命。我爹是我爹，我是我，别往一块儿扯。天无大路，本就属于强者。通往天之王部，由玄冰、玄空两位长老上前查询。人族的一线希望，就靠你了。江科，当你放下念的时候，你就准备好了。哎，你还没有做好成为战神的准备。若你再不放下执念，成为新的战神，人族将烟消云散。